算就两条红线，还能干嘛？没有，就两条红线啊，它就是顺着滑下来。第三条两颗星站的，我不大想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就这里大概这个雪场特色就是长长条，很单纯。有啊，黑钻石。
觉得就是松松跳跳这样而已。差不多啊，欸，这真的是山林线吗？喂，真的是谷吗？它是叫 Deming 啊。我是说真的有谷，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凹。你说没有左右翘起来保护你？就是左右就是上面没错，但是没有很高的感觉。先下。你要先下你就先下。你呢？我都 OK 啊。这个滑得很烂啊，要录什么嘞？我知道哪里烂啊，就是烂啊。不过这有一点点快要变馒头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？那个就是一次下比较多的方法。那你不想下比较多？对啊。
这段应该会不会比较恐怖呢？没了，下面就没了。你喊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听不到啊。有一点点破黑的感觉。嗯，就是比较陡啊。休息了，有休息了。
啊？我说还好，我有休息了。对啊，走了。冲了啊！只是上去那边玩而已啊，路是下面。对啊。上的啦，你上来啦，我以为你又没力了。不用关了。
看我都只是要转一次，转一次，我就只是在那边弄转一次这件事。但是我就觉得你都没有笑嘛，我都没有看到你笑，你脚为什么要过来？我脚就开的。我已经在弄我的脚了，然后。你要上吗？还是要怎样？我没有要上，我只是刚刚。结果不是骨。是两颗星星的黑线，哪里有？还是我们早上啊，西山那边没有啦。我这边滑是 rainbow，我滑是 rainbow。西山呢？西山有 rainbow 吗？绿色的，绿色的 rainbow。我们坐的是右边那个缆车，接着右边那个缆车中间坐半山的缆车。上山的缆车只有那一条，然后那个上去之后呢，我们跳了一个滑下来，我们可能滑下来的是 nature， 结果它是个黑线。
际上它根本没有动，只是被山挡住而已。晚上啊？怎么会散掉嘞？你现在摆什么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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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不起了。我不要，亮晶晶的。那边不要了，还要走，费体力。这里可以了，很漂亮哦，完整的，最完整。而且因为对着夕阳，所以它亮晶晶。你看它还好，我拍它。不用。现在在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，我要不要再拍 ？Only 的。挡住他们，但他们走啊。对啊，我刚刚只是说，
欸，其实好像可以，眼睛不行，但是相机可以这样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么小、哦，我在用一比一看挡不住，挡不住。重点是有没有挡住我？啊，转头我看，拍谁好？转头。剩下那 N 个人。啊，拍，那如果拍人像嘞？拍人像你就看糊糊的杨迪山了，这样还可以吧？又。右边什么什么，你正方形切掉就没了。但是橘色那条线我也不想要，橘色那个方我也不要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你这样裁切的就可以了。是哦。对，我又突然不行了。我想要多久？啊，我的都要走掉了，我又不想走、哦，我没有要走、哦，对啊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事啊，我已经没有要动了。片云飘过去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刚不是说你要拍下去的地方？不过我其实我刚刚已经拍过了，现在只是放。就是风会路过啊，有差冰的感觉。哎，什么叫 cos 匕首中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黑线呢、欸？它是红线啊！啊，是哦。它是标红线。哦。但是要往上爬呢、欸。
走，哎，上面写什么？写不足注意。那直走到底是哪边？正前方吗？那就是看。不是。可是，应该说，我现在疑惑的是说，我想走直线，但是那个直线指的是左边还是前面？然后那边又有雪，不足注意，所以我猜是直直走。你是说中间那边不行啊 ？Steamboat A 嘛，他说往左是 Steamboat A， 不是嘛？我要走直的，我不是要走右边啊。是 Isola Ground， 我说我要走的是 Isola Ground， 直直走，但是直直走，我不知道是这边还是这边。Isola Ground 一定可以。那就是啊。啊是啊啊，但是我说的是。左中右，其实我说现实上直走是那里，还是那里？我猜不是这里，应该是这里。就这样，我的疑惑只是这样。刚刚是我的叫还是你的叫？有叫吗？有叫吗？有都有。还是别人的叫？刚刚是救护车过去。不是不是，滴滴滴，我听到。那我的现在什么状态？录影状态。哦。所以。你又要拍啊？好，雪不足注意，我猜这就是黑吧？我看到对面那个了。关起来。关一下，我的手好像大拇指怎么对，没有办法按下去。哎。那我觉得如果是干雪，我这个手套还可以。左边，不是右边。
也可以这里往左，也可以直走往左，都可以到那里。那就直走往左，哎、欸、喂，先往左会比较好。啊？对啊，所以先走左边。我印象中那边街下面太平了。脚很酸吗？是有点太快了。但是前面都没人什么的话，就可能不用刹那么多。